请讲四十遍，前到玉一空，蹲到玉一空。好，你坐下。做人生不会拄着，但是佮熬一届就拄着。
三次往上去了。哎，所以接下来变翻点上来，如果你看刚刚爱点地位啊，所以这个七十亿啊最好用啊，世界人达刚那个这个地位啊，你刚刚这主线第八线，是在阴德里第七线三线这个进来当中发生的一变化，所以如果你能够出去行干哦，就不会移民。但是咱一般人讲，这个都正常，因为要去查了咱一点半，啊，咱进入罗汉所讲的咯，七点第七节，进入第八节。所以这第八节，那要到第七节了，社会当中一年轮回，一年个三年，已经很干涉了吧？所以古话就是咱所讲的第七节出去了，一个花，一个理解，就是世界观。但是你若无伫这世间乱出世当中哦，就无这话。所以佛法是针对行间出世间就无这话。啊，所以咱讲哦，这个地位哦，的知识内底三年当中哦，你若了解这观念哦，你该知影讲本身你是一尊的出来，只不过你去别人家哦，彼个出来从你普通人显现出来，啊，一年就是这個。咱讲讲无明啊，伊对理性啊，所产生的观念来去做改变。所以咱咧经过去讲，普通男性来去改迄个想，思想变掉。啊，你来修道的人爱提迄个外口思想啦，就是咱心中第七层叫做顿的，变异啊，一直会伊个变习性啊，爱提掉。所以修咩啊，就是。经过经三十几遍啊，三十遍是讲一般好了啦。后边还有讲二哥开始在修的啦，所以经过经这种讲的拢是讲思想啦。啊，这个想的人讲爱理想，但是这种理想是讲真正离开，是咱卖想干扰叫做理想。所以真侪人讲啊，理想叫做卖差的印记，是你知啊，但是咱个肯定是啦，爱去面对来解决掉。所以人讲。在行间遇到这个事发生时，唔通犯错，那是你精神所结的业哦。来到行间，你一面到三界，你会接受。而且这当中，你袂使犯错，而且嘛袂使犯错。你若做犯错的心，那是过去就过去一个业哦，出去过来。所以人讲那些世间人，如果人讲对些人无数，那是会较可以平安的心啦。三界的量哦，会肯定会接啊，这提前熬改个度提升过来，所以吼，这咱讲起来慢慢上步上起来。所以讲爱无量啊，无量是所讲个正量，就是讲哦，我知影，但是八个缘这个缘，我只是在咧个结掉，无爱个交伊这个缘分啦。啊，慢慢上好，慢慢上慢。所以这个有数有讲讲哦，没那心的讲哦，慢上善，慢上恶，你有境界个量就是讲无量。所以无量就是咱所讲的，你凡事的无量，这个无量。所以正知见就是无量，啊，这正念正知念里头呢，就是你修的话的应用，但是该接受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讲做事情嘛不应该两头啊，所以你不要生，但是心里两头，我们不好还是不必安那一点。哦，所以咱人世间上，一旦产生缘，就是。原因呢？阿婆也就袂甲你做伙，阿妈婆也袂甲咱做阿妈某做咱个囝，所以出世这样做缘的人，就是咱个家属上重要。啊，这个缘来就是咱个家庭。那无迄个缘，无迄个因，就无迄个缘。啊，有因一定有迄个缘到，伊就产生个作用出来。所以咱讲哦，这个缘分缘分啊，啊，你若讲即是你钱个缘缘哦。是吧？啊，就是修福，啊，好的福，那个是福报，啊，所以我们讲这个要进福报啊，还是要进恶报啊？哦，一些难度蛮难进，慢修的这个来诶，演出的当中修的，感觉慢修的这个各三种心念感好啊。啊，所以你来在这个七十一下后，为了讲哦，你啊，咱这个道理你啊，可以去发心，就是要那再来修，那来功德功德什么？到位意义啊！这个入世的时候，你不是就是尊尊，你是你有为，你才厉害自尊。
真简单啦吼，拄好讲得着。这个六祖甲五祖吼，伊就甲印证一句话啦吼。这句话吼，伫这一段当中，伊有感慨，讲出着印证遐话吼。所以咱来去，六祖，伫到去刚刚印证的时候，伫咱的四十三页，六祖大经最了是四十三页一段啦，所以拢是去解说。啊，都讲起来就故事的历史啦。所以，伊这个四十三页写得到吗？第二段规言大悟，如果一切法哦无离自性，就是无离开咱这历史的历史的互相影响啦。所以，伊讲这个五祖讲讲哦，啊，真奇怪啊！咱的这个自性本来就清净，咱自性本来就不生的。啊，所以自性就是咱第一性内底如来藏，伊的发性善，就是有遮后面开始有遮机会，但是吼爱有遮观念，吼你若咱这有性了，你灵感，就是讲你不只是只做咧过落，是咧修，从咧过去的遐失去啦、失志吼改掉，然后变无为啦，伊就明心见性。所以讲这个自性吼，本来就有啊，只是咱无去发挥出来。因为咱无明吼，把咱砸掉了。啊，当然这事情，嘛无因外口迄个因，啊，发生个代志，来互伊动摇，去抵挡个，去不动个啦。所以你讲，即个咱讲个心经讲个方法，即个不生灭，不增减，而且呢，嘛无生个，不垢，色情感觉。这个是白色，这个自性的本性啊，所以讲哦，这个自性跟咱是办法，就是讲哦，透过伊来应用着第七性去推散着伊个导体，甚至伊也拄着当中所记载个业，变来伊三性的作用啊。所以对这个儒家来讲哦，讲这个儒家来讲哦，第八性是一个磁场啊，也能源啊。如果这个能源你越吸收了，伊个如来状态。你规身骨就会顶动，应该像咱早的有电动带顶动一下。所以你来讲，你应该伊咧离开咱身骨时，会甲你讲讲，你身骨咧衰弱啦，一工你啊当时爱再见啦。你若有收人了，你会感觉的。所以会随在讲阿爸妈在当时，我你身骨细细，咱都会细。哦，阿交代家属是真的。你大家讲，较厉害讲，一工就了知啊，像这神丹法师嘛。伊家己知影无即个自性，袂到讲已经要去世啊，所以一礼拜前就交代讲啊，我即个病体哦，已经开始特别无能力啊。所以过啊，咱若讲一般要死的人哦，大概人在咧过往当中哦，有三工跟他食水，有去食其他物件。但是呢，有一项就是讲哦，即个过生当中爱食的两道，就是咱弥勒佛所讲的讲完耶。伊咧过身以前吼，伊个习惯性念咱个所讲个句八号啦。而且爱观，咱就是毋知影变来观，实际上就是爱观讲有一尊个弥勒佛要来咱头，甚至个你来讲无修个人爱讲伊徛伫咱头前，徛咱头前，然后你爱念了，你个咱个发愿吼，来。观想讲，伊个根会照着咱，啊，然后咱爱投入伊个根内底，互伊带着对。即是咱所讲个讲放心当中吼，伊家个全身部些连的，观即个方法啦。啊，观法是了，你若你过往当中，伊个本身伫迄个一两家庭人啊，亲戚是爱观，啊有必要来甲你护观。然后，你会发生心中写出来迄个事情哦，真正有一尊最灵的头像。啊，你现在写一个光出来，啊，你接受一个光了，你投入一个光，你就甲做一件。这是咱伫一寡迄个实际上有咧行这条路啦，等于了甲你讲。所以咧，讲到这个六祖过
过身了吼，伊迄个骨骸吼，上面这个，这个塔当中有射出迄个灯，原来所讲的讲，修得很高的迄个灯吼，迄个红光，像咱清朝可刷一层油哦，迄个灯，迄个红光，啊，实际上嘛是一个白灯呢，但是迄是彩色的灯，那你若知影，迄是七彩光啊，吼，射去天顶，啊，这个灯就是伊本身有发性。修到那边，它有变色的哦，叫白白色，角度的，变那叫白白色，那个能量啊，可以使世界人看。所以一般修的人，它变色的，但不会是新。你就不会发变哦，咱个嘞发变嘞。所以刚才有一个发变变变啊，你讲哦，你若讲画画的有问题，还是无问题，伊把这个纸来做变色，烧了如果纸。无修理啊，代表画画呢完全正确，要不做功的话就对了，迄个是就无老实。迄个本身拢是电视啊，电视变来讲一块一块了个做小啥啊，伊咱用白变色吼，那显示伊本身诶，那边红在讲伊绿道还是讲伊个变色了个功能。啊，所以拄好你讲啊，讲这个玉座，即下伊未来有人甲剁烟头。伊爱叫人讲啊，做个欺骗来安啊！伊日本进入永久时阵，有一个日本的兵啊，嘛是比较头低，结果我见讲头哦，安尼哦，剁袂掉，伊就啊牙根哦，不离个巴肚，见到巴肚的魔爪哦，要紧个，伊才惊死个哦，我就不离出，因为晋江边也是流失，不然我们在晋江过去啦，所以。玉座就是讲，以前我已经过身了，要显化讲，每一个人啊，有法度能得到开发，意识当中啊，你的身躯来当伫过身了，一定要未来发生的代志，所以伊未来嘛是讲，叫个吼，即凡事的人吼，来做更新啊，吼，你更新是讲啊，伊即个大状况要保持掉的，我想咱即下咧，咱来讲解即个维持啊，用迄个。不摸你嘛，来好来先细分。但是咱有中医的话多，但系你摸中老掉一些啦，无细细分，阿嘛无不能话，这个代表伊变形啦。我多用迄个一些三星的，迄个烂吼，很可能在原来骨性，就是诶一些内底相当诶变得啦。但讲起就是三秒三秒。三秒的时间就不行。我今日是讲，其实这个啊，每次简单的解说啦，啊，最主要是讲伊明仔日结束啦，所以随这个机会啊，我大家做一个分享。当然，其他要做个翻译啊，大家自己看。但是主要是讲哦，这个你爱信，但你不信，有特别些会不信。你不信的是真的不，啊，你要修的是叫你，你世间上度人的时候，爱做就不做安尼哦，万一。做下来是，阿妈伊做博士，啊，哪讲是真正是结成的，即个人间意在人地知识当中，你未当都在，是阮，但是你个不也在，都在人类当中，你的地识所证的拢是神证，神的证也证的啦，阿袂个修道的，因为这个一般来讲，你若讲修道难到了吼，你不用当中。一旦选择家己要对一个家庭出事，先啊，伊也搁在想着，无想着这个经济影响。所以真侪出家人吼，到尾伊来讲，讲出去做好个人个囝，我们就食。啊，伊不是在讲我生起了后，阿未生个以前，我就找伊个心直接出家。所以一般来讲，经济也是辛苦人个吼，伊就未搁在在意家庭个团圆，直接。自己修道的咯，所以来讲，这个精神就是来讲，实在啦，就是精神要修养嘛。一般来讲，是一个看你的婚姻观念啦，即种哦，伊阿个就是能够讲这个动初心啊，动初是讲哦，我一个男女的迄个爱情观念，就自己要修的。关键是讲哦，伊来再世，再来人的咯，伊就讲讲伊在修的是在哪里修，哪几条路。现在不会贵很大，但是失去改掉，所以咱这些修行上是不要那个
咱的心情嘛，一样。啊，这个来讲，咱是由因应来还因因用，乃至种种的感觉。所以讲，无量，人家说的静待了解，卖取物价，啊，卖取物价要一一洗涤啊。那我们就第三性的贪嗔痴，这种为了遇到好的感情，一个恶的都再来修过了。这是刚刚好来用啊，这是刚刚的不补啊，不下来。